很大力啊，有气出来。我看你别拉，还是水吸去。很猛不动。把这个剪掉，只是它这个剪掉，然后再拿个泵来直接就看。就是旧的木泵，旧的这个木泵先把它剪掉，把这个线焊接在新的木泵上，把原来木泵的线焊接齐，焊接齐，再把新的木泵放在原来的套路位焊接上面。这部分真好，老大哈，看你这个动作，来，我一下。哦，那我正好看这个红点，红点，红点，啊，还有，红点，那我正好看这个红色键对，这个是红点，这样，翻了。还有，别突兀，嗯，我们这个装修。